比赛开始了哈，比赛开始，偷袭的 Ridley 对阵重型对重型 King K Rool， 最轻的就是那谁了 ，Ridley 了，果然。后期日常先出一波火，说了先火先丢道具也是友好。火枪狗不经常丢东西，但是偷袭经常是要出个火的，他经常。所以就对来的对扑。但是他这次第一次出那么多，一般都出一个。漂亮的闪身。哎，不行，没继续啊，那就接着连着。是不是可能怕那个超他肚子装甲着吧？打火枪狗的话，火枪狗这个人他愿意往前冲，就是不愿意就是拼招。所以你在打的时候，你多等一等、啊，多等等，因为反正无鱼说的招会相对好打一点。而且板的鳄鱼这个角色就是对有这个优势，超级后头。但他还喜欢出来 strike 什么的，不能等，这个着急了。之前云锁一次，慢慢等，这有点危险。要晕了，哎，机会，他怎么对折 ？Nice， 这是个机会。惨叫声啊！一声哎呀，但是。你敢追出来，你就要想好这个效果。哎呦，一个闪身很危险，偷袭！哎呀，偷袭不应该的，不应该过去。那个时候老师手臂 edge guard 就行，因为你占不住势，对他的一个失误。现在这就很麻烦了，现在这个真的很麻烦。同样的，这个鱼在场内这，哎 ，nice， 对的蓄满了，因为你打他场外就100-0，就这样。现在完全优势了，是。哎，把头盔拿回来了。哦 ，nice！ 你看这角色就是重。哎呦，应该 edge guard， 应该出去来看看火枪狗什么反的。哎，被抓了。现在火枪狗很危险。哎呀，漂亮的闪身，接不到，每次都选择闪身把这个。偷袭还是就是片太少，就是手边的片有点少。如果他刚骗一下火枪狗，可能能抓住，反快点。终于死了，160多，一百一百六了，横一百白死了。现在偷袭大优势，他又没法挣脱。现在偷袭大优势就是老老实实的那个手边，对手边，对占住场中力回这个优势。他想用鳄鱼很难受，一旦那个力回空间被占的话，鳄鱼真的很难受，因为他扔不扔道具，不能扔道具的话，在边上什么都做不了，很难。对，那这能知道做什么？对。哎呦，反击！这个有点小心，对。完了有吃空能力可以安全等那个黄光回来，有点危险，火枪狗扶摇，哎呀，哎呦了火枪狗扶摇，有点危险，你不能这着急过去。不过没事，现在一个 edge guard， 刚刚那个有点着急了，不过打毕竟是比赛，不是友谊赛。100米的话，这还是稍微有一微微有的，话没说。这偷袭打得很亏了。必须打得贵一点，对，只要不是此刻有点慌，不是这样，只要不是过去守在边，哎，危险 ，nice， 哎呦漂亮，只要不是守在边或者抓了回场，基本都不用过去，没有必要，因为鳄鱼一定会过来，而且不当狗性格他也不过来，哎呦，差点，差一点，差点鳄鱼，哎呦，不应该的，哎呀，应该的，急了，不应该的，恭喜不当狗1-0，我还想说 no reason， what the fucking KO。哎，火枪狗整体的风格都是偏打高收益，对高收益就是中了就中了，不中就被惩罚，啊，基本就是这个打法。所以说打他的时候，你尽量等一等，看一看好一点。而且尽量低场回场。鳄鱼最大的问题就是靠近麻烦，这点马老师也是靠近麻烦。哦，凹了，队长出来了，凹了，好了。好，第二场比赛开始，偷袭以 Pokemon Trainer 对阵火枪狗的。这是在玩了，对，还开不正在玩呢，很容易玩砸，毕竟火枪狗怎么说呢？队长那个风格都很适合的。哦呦 ，nice， 这是队长有什么拖连手段吗？队长好像没什么拖连手段，也挺难受的。而且其实队长还有点小问题，队长这回场不算优秀，对， oh, nice. 一直打到场外，挺危险。是。现在补枪狗很危险。他的上臂就那点距离，稍微场外被哇，这就是补枪狗，你看没看见？翻个滚 ，smash， 人家0%。这打完了，队长还有一个小心思，就这上臂凹叉凹了。对对，就是你打他的时候要，就是时刻小心点，你可以骗他这招，出来之后100%吃撑吧，危险了。哎，偷袭可以换那谁？可以换龙啊，滞空好一点。
主要是喷火龙一下就死了，对，一个爪子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换。反正觉得还是百分比不合适，一定要小心他的那个。哎，哎呦，因为火枪狗愿意打 spike， 一个 spike， 一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下臂的，横臂下臂的。对，哦，差一点，我也快了。咱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拦好一点？可以，应该去拦一下。但是他没选择拦起没啥事，因为他用的是，哎呦。是这样，他其实不拦也行，因为他用的 Pokemon Trainer， Pokemon Trainer 本身的场内技很强，场内技经常完了，所以不需要。喷火龙一个头什么都，只不过他那一下背一下，哎呦，这个就难受了。不过175了，没确认到。他应该换一下，换成哦，应该换一下，哎、对，看怎么拦。我说他应该换一下，换成那个喵草什么的就死了，就死了。嗯，龟的劲儿还太小，对，龟主要打连段，哎、真没说，哎呦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这个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抽气不换啊，换啊！又想陨，不至于吧？他的风格就这样，所以打他你要觉得很。哦，王八科比那什么腿厉害，看到没？雪克火，哎呀，没想了，没想了，要吃个血盘。哎，我说龟，抓一下就死了。哎呀，抓一下就死了。哎，偷袭也偷袭的毒也不是很好，跟我比我强一点。有钱的，他在墙上，他是北那头里就在北京玄武了，哎，哎呦，好极限，这个没事，死不了，但是因为他百分比不够高，我知道百分比，但是场外明显丢了很多，丢了很多百分比，那没有，没事，我知道，啊，火张狗自杀了，他想交出横臂啊，头七这两下，哎，没有抓吗？哎。最重要。哎，从他偷袭还是没太会读，就是火枪狗会去做什么？这可能会翻滚。哎，啊，还是没变。我以为火枪狗会三四蓝的变化，就是他做一个错误动作，100%是防。一会儿看一下，对，啊，这次是翻滚了，变了。还是会变的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个想陨，一个想横臂，没有，那个横臂是单纯想回闪，因为撞上了，撞了也死了，完了，喷火龙还能醒过来再飞回来，你看防特别多，所以说偷袭这个时候应该多去抓，你看，这时候应该多抓，所以说偷袭现在这个问题跟我那个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有时候不去考虑，去尽量去想什么。他十个里头八个是抓，八个是防，都抓。有一定可能是因为投手员用力的类型，用横臂去当抓用去用。不，因为他喷火龙也玩了很长时间，这不是问题，就是。你看，怎么可能有人吃这玩意儿呢？对啊。Nice。Pose。杀一杀。哎呦。没办法。读到了。没办法。最后一场面，看。哦呦，最他妈真的很刺激啊！没想到这都能被那个托尼翻过来，哎，乱斗的。我有定成为本阵中玩队长就有点玩的意思，我跟你讲，其他角色来。那现在 Vio 的熟练度好像比他队长高。是这样，国外好像有什么情怀对这个游戏，所以说，对，可能本阵。那等老版本玩过团队长有那个感觉，就是不是，他们都没玩过以前的版本，其实这在开玩的，就是纯粹对这个，对，应该小时候对这个游戏有那什么有情怀好像。你看，100%是防，大概率是防，不是100%是大概率是防，偷袭从来没成吧？哎呦，失败了！为什么打我就成功了？靠！好，之前看过一次，是不是？哎，队长，哎呦，漂亮 ！Nice， 是。因为但是还有喷火龙，还能回来。耶、哎！ Yeah! 偷袭这局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他防十个里八个是防，你不考虑抓，一次没抓上。没抓的确，一次都没抓。啊，那很，除了杰尼威是经常抓去打收益以外，其他都不怎么抓了。对，所以说这是不对的。这是他现在的问题，也是我现在的问题。就是对面做什么动作你不去考虑，对面假如十个里头有七个那什么，你从来没想法，还是固定的一个思维，我现在还有点不好。所以。但是我需要改，我们都需要这个改变，这就是所谓的力回稳定。那就是你做了这玩意儿，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会进攻？这就为什么说我不会进攻？就是在这点。希望偷袭这次能注意点吧。来了，他不相信他的萨姆斯了吗？我觉得
我赌五毛，我先不想。我之前本真正打就这样，第一把他为拿威尔赢我，完了我第二把赢他队长，第三把他就拿鳄鱼把我淘汰。他要是威费的话，我上次赢了他。哎呦，这个图 Time City， 鳄鱼很喜欢这样图啊。有人说，但是对 Pokemon Trainer 应该也不伤坏处。哎，对，你看这局啊，这是打连段，怎么连？一会儿看一下。其实我喜欢直接抓一头，也直接上币，因为上币26%，稳定的26%。但是你这个的话，一旦脱连了什么的就。我鳄鱼算好。你看你38嘛？不，他那个抓就是杰尼龟那个抓完下头上币，100%就20多起步，太强了。对，这一下是踹一脚。踹一脚。这收益太低了，你不如两个上币直接打多少啊？头几天是想连打带练的，是，但是我觉得比赛的话没必要了。哎呀，又想雨，太惨了。上一把队长死也是这个原因。现在要小心。对，这倒没问题。就是场外，你唯一防的就是他的雨，其他的都不用考虑。你看雨，哎呦，疼！那谁说了？他肯定会出来干你的，就是一定要小心。但是喵阿草这角色回场差也是鱼吧？不是，他那时候其实冲着，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再换一个，人是换到喵，换到那什么，但是没那个想法。对，肯定不会有那个想法，就是他没想到。没想到就是他打那么招，就每次都出去拦。对。哎呦，这个是纯粹就没办法了。读得好，时机掌握好了，还有运气之神的加成。其实我要是张顶沙，我就上头了。地球上头的话，击杀是个比较好的手段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偷袭不怎么用。哎，用了。嗯？啊，对，百分比不够的。我觉得应该够了呀。鳄鱼比较重，可能不一样。上头死，上头。哎呀，上头啊！地球上头呢？他现在无论是上头和右头，应该都死了。危险。刚才是不是应该还是来拦一下的？对，那喷火龙早就应该上头了。你上头就那百分比，你就算有一次那个叫什么百分比衰减吧，它依然可以的。应该这换杰尼龟是不是太不安全点了？是不安全，但是杰尼龟可以打连段。这个因人而异吧。你要是觉得你的力回还可以，就不算大了，接到了。哎，没刀没说。哎呀，误操作了。反正横臂了，现在偷袭有点难啊！现在拿草来打消耗了，但这图太小了，并不适合打消耗。对，这种需要拉距离打节奏。不也是偷袭还是收益还是接到了？哎，很危险！受身 ，OK， 受身了。这 OK， 鳄鱼受身还是有反应的。这要是露西娜的话，一下去一空后就死了，或者下去一横臂，感受身就死了，没办法，但是他碰上半吹的，太小了，抓毛头，这绝对是收。换啊！出去拦了，哎，但是不是他应该换喷火龙，一下就死了。你这个玩意儿手哪有喷火龙那长，而且旁边打到你，哎，对，本周在这玩，哎呦，没成，哎，算了，一小成吧，哎，漂亮。其实抓上头也抓都死了，抓上头也死了，耽误睡了。哎，没想到那么慢，死不了，但是疼啊！哎呦，很棒，一口气抓那么多收益！哎呀 ，Super Armor， 他怎么拦？没做拦。这个阿扎很重要，这个阿扎很重要。这个黄冠就没用。哎呦，可以出去，没有皇冠了，可以出去。哎呦，被挡回来了。差一点，哎呦，危险！哎，还好。哎呀，偷袭一下就死，偷袭。操，互相转身。Nice，Nice。你不能过去。哎呀！可惜呀。不应该呀。哎，恭喜2-1，不长狗胜利。哎。